最近大家胃口应该变得十分好， Amy 带来这道丰盛多彩腰果鸡丁，平时跟年节做起来好看又好吃。丰盛多彩腰果鸡丁的所有食材，将蒜头拍裂，切成蒜末，切葱花，辣椒切斜段，红甜椒去籽后切块，黄甜椒去籽后切块，甜豆切对半，鸡胸肉切块，口感更好。鸡胸肉倒入碗中，盐一小匙，酱油三分之一大匙，米酒一大匙，香油两小匙，太白粉一大匙，混合均匀，静置约十分钟。日本原装进口，统一起立健康油，塑胶封膜，拉环保存油品新鲜。很贴心的设计收油口，让瓶身不油腻，料理新手也能轻松掌握油量。统一起立健康油是唯一中日健康双认证的新形态健康油，成分中具有中链脂肪酸，不易形成体脂肪，让你料理更安心，少负担。发烟点达200度以上，适合各式料理，煎、煮、炒、炸，样样行。开中小火，腰果100克。这瓶油耐高温烹调，油脂稳定，不易产生油烟，口感更好吃。炸至金黄的腰果先起锅，鸡肉丁下锅，大约炸20秒。炸至表面上色即可起锅。圆锅留下一大匙油，倒入葱白、蒜末、辣椒一根，拌炒至香气释出。辣豆瓣酱一大匙，炒出酱香味。彩椒下锅，甜豆少许，倒入鸡丁，转中大火烧作拌炒。倒入糖、盐、黑胡椒粉，米酒一大匙，拌炒均匀。腰果100克，葱绿下锅，烧作拌炒。美味的丰盛多彩腰果鸡丁就完成喽！这次 Amy 教大家使用奇力健康油来料理，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能帮助做好体脂管理，